到这两个老外，这两个大洋将的控球表现，因为我们知道 Herbert 他在得分排行榜现在目前是对，可是就成球队来讲，球队在乎的是成绩，而不是在乎个人的成绩。双方是三分的差距，这球再倒出来，外围是肖顺义也来抢，往里面切进来，哦，漂亮的闪过 Calvary 的封锁，对，在 Calvary 手上，他把球带过来，一个地板给球，在篮底下吃了一个火锅，单手把球给救起来。三分线外的出手，目前现在取得两分领先。富邦队的球就利用杨新志帮小柳一个后挡的动作，造成一个三分。可是他在高中也好，大学也好，都是做到四号位，所以在上来的时候愿意去做补攻。要注意到进攻时间，小柳转进来过这边，还是吃了一个火锅。今天陶喆的上场时间也是不到三十分钟。和 Baron。这个球员就是跟需要叫出来证明自己的时候，那本土球员在场上并不是会代表你分数要被打开，而是你更要去 hold 住这个分。要 Baron 给换上，狐狸来尝试外围出手，做了一个假动作，接进来两分拿到。邱继伟这个球的姿势或者对球赛的见解都已经有点不一样了，所以他在这个比赛。对，这个球高难度的出手，再回给 Calvary 开三分球进。哦，当你抄到球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把这个 space 拉开，再慢下来，重新再打。可是大部分他拿到球，约翰这球再给到 Calvary， 又是一个 N one。朱伟切进来了，哦。泰尔他应该要去做下滑的动作，反倒他留在顶点，没有。Calvary 杀进来了，又是一次的 NY。对方的防守是成功的，虽然就是领先掉了泰尔几个球，可是他张雨林，哇，这球六分。这个就是这样打就对了。球被他投进去，他原因也就是因为总换快攻，当快攻的时候路线正确的时候都有办法打进去。选到中间，这就是金九应该要这样做的。李书伟再打到外围，吴永仁的三分球进，在弧顶外围的出手没有，篮板球又是 Kyle Barron， 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林书伟这个球是一个高难度的出手，开阵先一个站前防守，把球给拨掉，给到左边肖顺义飞上来了，拉杆出手，这里回来，飞进来收来的是林书伟，中锋直接往里面给，哦，回来回给林书伟，外围的一个出手。选择上面真的要再好一点，还有追上的可能。曾启欢做了一个假动作，转身之后他们的门点，直接往篮底下吊球，抱起来就没了，就没了。最后在靠着罚球稳定的一个情况之下，郭邦老师呢算是罚进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